昨天晚上去有看这团体 Boxing 演唱会的人摊丢啊，因为呢 Boxing 的经纪人正是艺人张惠妹，张惠妹突击这徒弟的演唱会，当然上台了，大家不会放他走嘛。许久没出现在荧光幕前的阿妹，这回现身为的不是自己的演唱会，而是亲自当起经纪人，一手发掘的子弟兵 Boxing 巡回演唱最终场，特地来站台。一首接一首阿妹歌影上身，虽然连耳麦都没带，演唱技巧照样让现场粉丝疯狂。力挺自己子弟兵，阿妹不仅又唱又跳，还透露幕后秘辛。我心里面想，他们应该会稍微一下带一下，说唱歌唱，结果到现在都没有。团员惹得现场笑声不断，而同样到场现场力挺的还有。火车突然冲进现场，立刻炒热气氛。身为 Boxing 团员同部落的歌坛学长，动力火车火力全开。现场又唱又跳，气氛嗨到最高点。天后阿妹、天团动力火车来助阵，也让周末夜晚的华山艺文特区充满浓浓摇滚味。记者林欣杰、曾建勋台北采访报道。